因为一代的这样的因缘，我们可以呢来呼吁大家用爱投入，看见呐、啊、人间真诚爱，在这样的团队里，慈济人呢、啊、是像滴滴水在当地滋润了他们。虽然我们无法呢前面呢、啊、去走到，无法前速度去发放，可是我们走到尽量可以走到的地方，东辉慈爱呢进入了疾苦地方去，我们秉持的这一份慈缘去安他们的心，慈悲的无言大慈先去安他们的心啊，先做一番呢这种急难救援。紧接着悲怨的大义王他们也进去了，慈济人呢都是把握因缘，就是现在的东辉，我们呢更踏实的一步一步呢要如何为他们站稳了在当地生活的平安，这都是期待慈济菩萨为众生造福。美国慈济志工是前往海地进行今年首次的志工培训课程，而社区志工